咱头前已经有补充过这个《中观论》哦，的两段，啊，再搁接过来吃。接过来吃是对这个何为菩萨出世第一，为地诸法庄严合性，心一切法无我无人，也无众生寿命之间，无作无受，心皆同等，无我无我所，无是空幻，无所得众，不惊不惊不畏，勤加精进，以求心性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这段中缘合性哦。就去讲幻，啊个我，开空，啊这个我们先前讲的那个为，迄、那个中观有那个讲无我甲无人，我无人，该是因缘所生，哦，安怎吼？啊，再咱来甲看，佛陀佮讲的是讲，咱讲到出世，吼、哦，究竟的。第一个呢，啊！即咱在阿了，即句话是去讲，如果众生无智慧，啊，比如讲咱有个学法无唔对，啊，学法你重点先求出智慧出来，这个智慧，才会当医掉咱的烦恼妄病无明的病，哦，所以个用药来个讲呢。就是开当究竟解脱的不二法门，大家要注意一点吼。假如你今仔无智，无智你要断烦恼，是等于无迄个出世的重点啊。出世变哪出世，拢总唔知影。下话，咱甲讲哦，卖讲外多，就是咱教来的，而这个烦恼。众生都无去要彻底了解，都无要注意啊！啊，无要彻底了解，当然呢，伊当袂当解脱。有智慧，你才当选择；啊，无智慧，你袂当选择。讲我是去修什么行，啊，我去行什么路？好、哦，这应该大家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讲爱有分别的安尼。阿哥在讲呢，世间烦恼，世间去做人做事，嘛是足侪人懵懂啊。懵懂，伊唔知讲做了到底问题产生足侪的自灭，等于灭家己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无知无明嘛，无甲家己心白明了安尼。迄就是讲国家造物就足者不停的这个事安尼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个人来讲，比如讲吟唱一条歌，父母无善良，啊，引起子孙上不停安尼，啊，现在伊要做安尼，想看卖啊，爸母是哪块要做，因为伊无地，唔知讲伊款无善，做了就是变一个恶的报应。啊，这个报应，除了伊本身报应，佮子孙不停安尼。好，而且恁无唱这条歌，啊，恁敢记会掉？哦，啊，就讲恁家己知影，恁的族亲内底甚物人做唔对，啊，是家己的人有甚物做唔对，啊，今日家庭变成安怎？哦，这总是爱家己回想过去看卖啊。哦。不善良，还是不善，啊，乌白做，迄算是无智慧。啊，到尾上半世做一大堆罪恶，伊唔当讲迄唔对，啊，下半世甲来通过，改成礼拜，迄几天，啊，前后，看到新闻个报道。恁可能有人看到，一挂流浪的人，
我甲看拢五六十岁啊，是毋是伫遐个勤奋通去食？你有看到没有？有吼、哦，想那个变呢？那个怎么那个类型？用迄款的经营来反观家己，将来你年老了，应该是我们大家不会了哈、哦。假使你今仔无文化，可能你的做法有那含一般的人相像。爱半人烧香，到尾都流浪，街头流浪，无通食，唯有要求生存，去食人的本事嘛。啊，迄款看那个袂记起咯，迄款甲印掉咧，迄款你也甲用做咱个人反观家己看卖啊，先怎个改变安尼？啊，咱将来安尼，应该咱将来袂安尼，因为咱。漸漸有提升個人的智慧，要解脫了。啊，當然人生人道方面，你也行得很清楚，也很健康。好，這跟我們說實在，不是說去聽佛經了，啊，你就實在你個人要反省自己。今天是有一對人了沒有？好，會再去跟師父，當然他是年底了，去跟共用了。啊！伊某甲提出因翁的问题出来讲我听，讲是阮翁身体就歹，啊股票博甲真好，有那了袂少钱呢。啊，身体歹，这地就是有侵权性，对吼？第二股票有谈，怎么个了足济呢？这是什么心？是不是贪心？啊，这有地域无？在咱遐听经嘛，听足侪年，所以书那个教育无起来。伊讲一句说：“人若无业我，我就袂含伊。”大家安尼基情都得。注意，世间无好行，业力是甚么原因？业力你爱家己爱感想。啊，这个菩萨在个修动是世间话，你嘛才有忍辱行啊。嗰是嗰一句话，咱来知，就是庄严严厉嘛。单单一句话，啊，业力这特别很难消灭，所以可见哦，地书教育的经营啊，伊无得法。哦，我讲你爱考虑啊，你这种的情形，你足够有那足够保持，这是对。可是你今仔日哦，这款的效果，将来是惊阿修罗道。啊！你刚开始安尼做都无对啊！啊，那一般的人是亲人心动，一定惊地狱道嘛？安尼算是无智慧。即个去学佛的人，学佛有哪无智慧安尼？亲人心也真重，贪欲也真重，真重安尼。哈、哦，想看卖哦，这应该哦无进步。啊，咱注意。你今仔日的做法做事有正确无？你家己小可想看卖，叫做反观内照。啊，你若袂用反观内照，袂用自省吼，我甲你讲，将来你有啊足麻烦的。我不骗你，将来你也是蛮麻烦的，因为如是因都如是果嘛。即句敢听无？你做什么因都什么效果？啊，这算是无智慧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虽然讲有去听经，你嘛爱有一个彻底了解，讲我文化的重点是为着解脱，佮为着要成就佛道。啊，你今日我那糊里糊涂过日，有没有智慧？有没有？没有智慧哦。啊，你男装怎么样？心态怎么样？怎么生活？这总是要理解，要了解啊。啊，当然对你个人来讲，实在是将来那是足害的，那是这款的脾气，啊，这款的贪欲，因为爱股票等于有那悔改，啊，所以有去算过无？敢无？迄未算真嘞，迄其实吼，拢互迄内线给骗去，给搞干啥去，啊。没有智慧啊，文化要
有分别的，但是一定无的。所以过去实验，原在地的嘛。伊讲人若无结，伊就袂啊。啊，中原拢结你啊。啊，中原甲伊讲，伊无接受，当然伊就含人发啊，含人发脾气啊。哦，做大家若唔对，先不讲。新妇有勇气跟你讲，你来感受这个新妇。做人的新妇唔对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跟你教，你要接受。啊，你唔能讲，家己想家己对啊。这个问题哦，对你来讲吼，都不对啊哈。今来这讲掉，今嘛来哈，出世的第一要。有就是啥有智慧开断邪，吼、哦、有无？咱就甲咱讲流转门，敢袂记得？流转门就邪啊，吼、哦、叫做流转门。啊，那有智破邪，啊，叫做幻灭门嘛。还记得吗？记得吼、哦。啊，做进来得讲，就是究竟解脱的不二法门。啊！你家己爱修啊，日常生活上爱检讨、爱反省，看你个结作业，也是有那合理活动哈。所以进来在讲，那是以为识中，你个现观，现观的话看以为识中的内容，啊，你顺序处地，加先加了解所观所处的空，啊，所观你家己的心来看。去了解，啊，看，看你的身躯，看是真啊假，或者是前回中观较讲过呢，啊，看境，算是因缘多，因缘和合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因缘和合？哈、啊，你也了解的，啊，这么看，两处的我，嘛是空的，因为这个处的我。就是普遍贪嗔痴加妄想心嘛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了解哦。所处的是空，啊，灵处的话嘛是空啊。然后，它处入现境，安、啊、怎现境？你先观人法皆空，较有可能证大地一切法是缘起的，吼、哦。无你无哦，我咧讲真正你无。已经头前遐有甲咱讲过，因缘所生法，吼、哦，我说即是空，吼、哦，原来是物主物主讲来个讲，原来是假名，安怎吼？就是究竟吼安尼来呢，较会当然后处入现境，世间的法空，我嘛空，吼、哦，你若是这条代志，你听听就过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开悟迄个本来本自涅槃的，可能歹开悟。大家记好，唔是讲今仔我听一个佛陀了，啊，你听断了，全袂记起了，含生我搁再脱离，对你来讲实在是都无对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嘛那是以中观中的现观处的，谈到是讲唯识中的，啊，即嘛这是讲。中观中对经济行人讲的，还资料是先犯观一切法空安。啊，但是这个呢，啊个处的个观心也空，然后处入涅槃安，处入涅槃安境。所以这道理两行拢相像，因为唯识中的这个咱人的业性，业识的这主经济是幻性，唔过伊普遍伫世间呢，我那是幻性。啊，幻生这个幻生是因缘所生啊。中观讲的就讲因缘所生。哦，啊，所以两行讲起来是拢有合。念观的心也空安。念观的心是你个人的接触。啊，你看大地，你接着讲大地六尘境，应该是有那诸法缘起，有那是空。哦，这中观是跟人讲安的。啊，不过呐，有些讲呢，咱人的心
是一种类似的反应，不过伊会创造你个人的家庭环境。哦，安尼算是有哪相像意思？即句话是咧讲安尼。哦，啊，你了解哦，无我，啊无法。哦，你也了解，这是因缘所生，地藏普现。啊，你开当开悟，诸法空，我讲法的空，所以未受到二相，就是凡加人。那个你袂晓个，啊！你要开悟是较紧，吼、哦！所以大智上紧，就是讲唯识中是以唯识无境，啊，性界会方便。唯识无境就讲，咱人的心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起集中，啊，毋过外境境有那是咱的唯识所现，啊，你若知讲一切虚幻，啊，你就袂去。顺心要去接触安尼，哦，安尼来吼、哦，性界方便。但是这个中观中以缘生无性空为方便，以因缘众缘合合而生，而生这个我，啊，甲而生出你的环境，甲你的家庭，啊，迄种虚幻的。啊，你若知讲这个无性空，安尼你可能就知讲，这人我两凡。实在是因缘所生安尼，嘛是咱的业识所现，吼、哦，嘛是心所做出来。安、啊、了解哦，安尼来你无接触，无接触了呢，安尼你较有可能彻底降我安尼。哦，安尼怎么即地下即地，啊，咱去甲看迄个中观甲咱讲的迄、那个，差不多即事。就知影，啊！甲唯识这段讲，唯识中的现观处地，咱你不是计甲咱讲业识，内底有无量无数，这个色境是，啊，色境是因为咱过去唔捌，所以有老业，储存伫咱人的心内底里，啊，在你的心甲佫起现灵，创造你个人的生命，啊，甲你一生的过程。啊！你即卖原来了解就是业识是虚幻，不过创造你一生的命运嘛是虚幻，所以迄个拢总是浮现因缘给你创造出来。安尼来，你要开悟是较容易，就是先放的里面呢。好、啊，譬如讲你今仔唔含人去争取，你要注意一点哦，是有啊无安尼？迄、那个争取问题是到底是有啊无？哦，啊，你若了解是因缘所生啊，还是业识浮现，可能你就未去正视啊，未去正视，你就未造新的业嘛。哦，这点要注意啊，这道理上，所以本经所讲是顺有中观的这个修法啦。哦，啊，中观是说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哦，无一个事实存在啊。啊，既然无事实存在，生命嘛无事实啊。家庭的环境，囡仔大细含咱嘛是一个短暂因缘尔，嘛是无属性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真正看会开，那么一切法皆空，初心空，初境也空安尼，你得当了解嘛。吼、哦，啊，这读是有文字，脚来体会入这个法安尼，我、哦、爱注意哦。啊，你若讲读啊读，都三当五当拢无。无了解啥，安尼你就是真正无智慧啊！我甲你讲真诶，真正无智慧，因为师父对这个经典内底需要拢有甲恁补充。啊，你若讲读啊，他拢总接触世间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接触福报，吼、哦，福报一空啊，病苦一空啊。啊，你若要佫接触，你就家己去跳海啊，听无？就等于无救啊！家己要自杀烧香，了解无？心地还佫蒙蔽黑暗，还佫执着世间法，啊！就讲到安尼，佫头即个角头袂开，啊！你就家己去跳海嘛？敢听有？角佫头袂开啊！执着的角，佫头袂开，嘛是佫在结巴的。啊！但你家己特别死，就去跳啊！哈、哦，
无应该搁再讨袂开哦。啊，了解无？吼、哦，来即马讲，如来形象，比如，伊这是对头前讲了，较进一步去问安尼。所以即马伊佛陀甲甲咱讲，甚物叫做菩萨出世地狱？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地狱佮甲恁讲，有智慧，较会当解拔安尼个着。因为这个药就是要让我们断烦恼，有智慧才断烦恼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所以这个还是要以经论来的教理才有可能。为什么说以经论？现在是我们知道经就是佛陀说的嘛、哦、他是法界中最伟大的圣者，那么论就是菩萨，就等于是法界中的第二位，还记得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会当了解诸法，拢总是庄严、和合而生的，无一人是事实的，因缘和合而生。啊，当然咱袂使执着，执着你会去造业啊，爱注意一点。缘生缘灭是有一个时段，爱记住一点哦。所以一切法是以庄严而有的。哦，咱如果讲一张是不能生长，树苗了，还佫有一个大地所有物件来解灌溉肥料，甚物货？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家庭若要维持较长期间较正常，所以嘛，着家庭内底只各人爱尽责任，吼、哦，因缘较会拖长。啊，若家属内底一半也教乖囝着着，气死爸母。到时间到，农家散脱，会袂？敢听有？啊，着真真正正，大家拢袂平安。爱注意啊！假使讲咱今日唔知因缘哦，搁再执着，搁作业，你别日嘛是分段生死，搁继续行呢。你袂当转变，就是等于你袂当断歇精进，都无可能解脱。听好啊！吼，所以内底，这就是先爱以经论的教理，开当知诸法，拢都是从缘和合而生的。我怎么讲吼？这件讲堂买当古堂，就在地主大家有心要学，啊，有心要维持。啊，若甲准无心要学，甲无心要维持，我跟你讲哦，会收起来。我跟你讲讲。有名利的人就有心要维持，无名利的人，个人惊个人的心思动念。这个血就个人惊个人，啊，那是地，咱讲一个道场内底要维持的久，一旦强壮缘合，啊，敢知影？哈、哦，所以内底个一切法是以壮缘而有，啊，以壮缘而生的哦。反正有所进来的，那是离弃因缘，什么都未当存在。哦，啊，咱即马来讲，大地的有还是幻生，哦，啊，这不能存在，就讲因为有力量存在较久，啊，那个人行一行路，存在时间短长安。恁还想第二吼？那有的人要行一行，个人心思动念夹业，我跟你讲，喺家庭真紧就破灭，族亲就冤家，安尼对不对？咁样样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两个阿公婆，那个人自私，诶，话啦吼，算不阿公婆，连咪都分离嘛，安对不对？虽然是幻生幻现哦，因缘所生，可是阿公婆那是要分离进程，对个人有高深多觉的心，甲存在迄个怀疑，安尼来就破得起，吼、哦，就变冤家相报。即社会的问题遮侪，对从家庭、公家、甲公家，咱今仔国家，想看嘛，是算毋是拢总是因缘无和合嘛？会不会？反正孔夫子讲一句话哦，讲国家将兴，必有将相；国家将亡，必有要紧。
啊，啥物个不安尼？咱嘛无了解伊政治因素是啥物？啊，了解无？这绝对有闹会产生经济问题。所以即马来讲，既然一切是因缘和理由，那么咱来相信一切法，一切法咯吼，注意啊，无我，无我就是无啥物人会当主宰都对，哈、啊，无人会当主宰，叫做无我啊。啊，搁再有那无人，哈、啊，无人就讲唔是你心思动念去要搞挽回，袂当。我那无人啦吼，搁再一点也无众生，无众生即个即嘛即四点叫做无思想，啊个无寿命。所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，啊无这寿者相，寿者相的寿命相。譬如讲，你今仔日为着个人，啊你变到到尾，无一定你变了好安尼。啊！你讲今仔日生命长短，你想我来甲补充营养，吼、哦，看有啥长生命，可能有那毋是你想的，听、哦。啊，另外呢，无个人的体检，有那毋是着重，所以事实也无一个正确的修，可能无正确。吼、哦，这是讲出几点，即两三四五六七八安尼。不得讲安尼，啊，所以我咧讲哦，这种个人想的，可能你所做的代志拢较自私。我甲你讲安尼，心地较无光明。恁过去唔知捌兄弟啊冤家，啊，恁过去唔知捌东西啊冤家无？啊，恁敢有看赢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说心地较光明，都含一真法界同体，你绝对较胜利。啊，你若心地较自私黑暗，都背道，我跟你讲，到尾拢凄惨落去。想想看哦，这个有你个人心的关系哦。我不骗你，恁家己想想看，恁过去当时来这个做伙安怎做伙？你今又是安怎？哦，啊，所以进来在甲讲，这就是以因缘和合生的法境嘛。因为众缘会合，靠成长，啊，众缘该分散，伊就分离啊。知无？譬如讲，咱人的器官有一个器官给摆，那处理无好，人就死嘛，这是必然的嘛。哦，啊，那是讲器官给摆，你那因缘顺天呐、啊。一生顺天，当然，迄个器官给你手术就得好起啊。所以我咧讲，今日富有甲贫穷，拢总是家己做得来。听无？啊，你很难计较，不一定怎样。存一点公平心哦，我甲你讲，世间话你嘛较有作用，迄、那个功能较有，那无绝对无迄个较超我的功能。我不晓得你们以前什么做人啊，什么做事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进来在讲，哈、哦，但是进来在有在讲啥？这个，这就是以因缘和合生的一种关键，走不去了哈、啊。你若黑暗的心，你要硬要强处，无一定会赢。啊，所以进来在讲，咱若会当信得诸法无我，会什么灵？所以无我就讲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，甲涅槃清净、寂静，吼、哦，这三种，敢会记住？吼、哦，就讲诸法无我，就是你今仔日哦，唔是你会当控制。啊，今物这诸行无常，就讲你的心地多变，吼、哦，迄个诸。诸行，这个就是讲心地多变，哈、哦，啊，甲这个诸法无我，就是环境那多变，因为袂当控制，好、哦，唔是你的理想中，因为以这个世间的诸行，啊，甲诸法，伊本来就涅槃寂静啊，
本来就无普遍，诸法本空的意思。好、哦，你要彻底查断，这叫做什么呢？所以这个所在叫公园挂人，到这个第五根拢都是我的根。你连你本身都未当控制啊！你哪会当控制世间的一切法？怎么可能？你家己想，其实你本身未当控制，啊，搁就是踮你的环境未当控制，无可能。有阵突然间计变了，一个就变了。人要死嘛，一刹那尔。啊，看你随你的世间福报去变的呢，随你的心地光明去变。随着心地黑暗去变，听吼、哦，所以有呢做法是修中道安尼。修中道，你知影做因缘生，做因缘灭，哈、哦，安尼来甲讲吼，可能你就会当稳定，随因缘去变就好。你唔免彻底讲我要来从啥物啦，安尼可能你未当稳定你一生的这个安静。爱记一句话，所以唔通做状吼。所以真嘞，真来这个讲，这两种是以我以明。但是伫这个大涅槃的经中，讲我是以明。啊，我我正甲人讲，什么叫做我？什么是你？啊，什么又是我？有这实际我想有无？无，因为这身躯是业缘所生嘛。有真在我有无？这个问题要考量好啊！哈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有真正的理由无？那可是你的生活是你的话，应该就无种种的这业报产生。你家己就会当控制。不过世间的每一个人对这我加法，敢有可能控制？可能不可能？啊？不可能啊！是随因缘变的嘛。了解无？譬如讲，这股票你要买，你要甲买什么股？系啊，人哋讲什么股呀？高位那边，高位宣布，说败落。哦，世间吼，那是随缘变，随命运变，随福报变。我都捌甲恁讲过，股市内底人，先生买什么股？太太买什么？还是欠到要死去？欠到要死哇！随先生买的意思买，啊，但到尾落去，现了，安尼一工现了十几万，唔对呢。啊，我无准带，迄个股市当啊小跑。哦，你啊看，安尼有下市下降无？你想看咩？啊，佫是红阿婆足欠哦，拢伫古市的边啊，一间面，一个面摊，一日拢食一碗食，一个吃暗面尔。啊，上浪费吼。比如讲，今仔日买股有中几万，啊，才因翁出来，就甲因某讲，讲无今仔日食较济草的，啊，济草是食啥济草？讲无咱一家切一块豆干。啊，买一粒卤蛋，大概一半呢。你看迄种夫妇偌悲哀，不悲哀无？你也先看嘛。啊，欠欠的，卡就输了了。迄叫做贫穷报啦，安听好无？这人加一块豆干，伊都食到红牌啊。啊，若无是食切糕面，食切糕面伊袂买汤哦。人要切糕面有一个啥方便的汤，互人啉嘛。敢有？敢知影？就是清汤啦，什么汤？安了无？啊，就一个附带一个清汤，啊，甲你芹菜甲你用过，啊，味素汤甲你用过，迄边钱啦。啊，切个面一个贵，一个二五块，两个红阿婆一顿都食五十块安尼尔。啊，你看伫现场小拍。所以想啊，这种人生哦，才有够悲哀的悲哀，佮有够见笑见笑。唔是无钱啊，有啊，
吼、哦、啊，我咧讲即款伊个人生活了无价值，了解无？所以真内底吼，毋敢计讲，即、這个我，也是讲人，在基本上是叫做我的意念啦。我是计讲我，按、啊、人是计讲咱个边个人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世间的名，哈、啊，你知吼？但是伫大不了，比如讲，拢会资料吼，艺名，拢总有十六种名呢。我无去甲献，吼、哦，我无去献啊。所以伫上面解说悟空的时阵，已经讲到悟人甲众生个寿命呢。好、哦，这是《金刚经》内底讲，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甲无寿者相安。所以你袂当坚持决定你的寿命偌济，啊，分别有众多的众生，有我周边的人，啊，甲我呢，啊，这個、人但是在所说要讲对你家庭的人，分别思想，啊，甲是这个我，是不是这个有生命的，这个假影的我呢？吼、哦，啊，佮处理到社会有真济众生。啊，个你去接着你个人的生命，等个地，这当中假无可能。哦，师父甲恁讲，我最好食到八十来岁安尼，啊，敢会当？会当个？不可能。后者比较多，后者比较少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我有我的理想去看。我若到这个在十六年哦，可能什么事情都比较完整，听到无？比较高完整，这是我的理想。但有一句话讲安尼吼，啊，讲什么呀？种子未求，新鲜树，应树英雄雷元景，有没有？有这句话。你的志气还未完成，啊，身躯就死去，啊，你就含恨。所以世间足侪英雄人物，伊要达到理想，那袂当。恁敢要听到这句话？但是我的理想是讲，我若搁再经过几年了吼，可能这个弥勒法门有一挂人较成圣，会当永远传落安尼。吼、哦，我的意思是安尼。或者地主培养了较成熟个，啊，应当传承。同时，即个道安法师也要行道士轮，不过伊个地主无爱，所以道士轮都差八，登记道士轮，回愿都无啊，回愿都创到西方啊。唔该，阮中段较近来只，吼、哦，这嘛是道安法师个理想无达到啊，安尼个，啊，唔过。也无达到，有那是因缘；达到有那因缘了呢。所以不要执着你的寿命多长，乃是你的事情在几年后，把这个事情才搞得完整了呢。还敢听无？我暑假讲伊要做个外国金世勇，嘛无可能是个意思。金世勇早就是五十来岁就是。啊！伊嘛是讲要寿命较长嘞，啊，寿命较长，伊唔敢讲叫持方去找中成药嘛。啊，你真使用都无法度啊！伊知影讲持方要带伊去带一寡男女囡啊去，都无必当啊。所以我咧讲世间的不知种的代志，不知种的这问题，拢总是因为因缘所生，吼、哦。因果所生，未当达到理想，所以我唔讲真实用是戆到要死的。恁唔敢甲讲，真实用真啊戆。有股武力会当统治其他这七国个来讲，当时是七雄嘛吼，伊个统治天啦，伊有迄个武力通个统治，可是伊低命。啊！不过，伊讲伊要阁做地下国王，吼、哦，唔该做爱
土烧的这兵马俑，哦，伊真正讲到着，哎，兵马俑小小的柴柴底下，伊讲死去，伊要阁带因队去征服，征服这个地下，要定义地下。我讲伊足讲，伊阁要做一个不死的皇帝，啊，若皇帝做袂成，伊要阁到领导这兵马俑去统治地下，有讲无？迄就是迷信，智慧不足。安尼咁看，唔过这种的不足，啊个无智慧的，我讲以目前来讲是满天下，知道吗？唔是干那台湾咯，是满天下。想想看呐、啊，所以天下人无名，佮有那个妄想症。天刚看有，啊、哦，有诶讲，即马今仔日讲到有那迄个南疆，我想讲要努力较好，好我下晡囝过较好日子，哦，今仔结讲诶，迄个南疆，哦，你开遐傻瓜，我现在讲伊傻瓜，你不知道你的子女有他的带来的因果吗？你唔知吗？有伊。带来这因，伊今生要安怎样是为家己做难的，唔是你爸母留予伊。我现讲咩啊？你听遮久啊，你今个过这个思想，过遐幼稚，母家一寡财产母家袂了去，哦，迄个妄想症嘛，我就无客气。所以像咱来甲讲哦，迄个是众生寿命，但即句话就讲。不作甲不行，啊，所以你来注意哈。啊，但是上面二界的五一空，法一空嘛，敢听无？啊，再来哦，再加再讲四种名，就讲外道凡夫，对有我又是灵智者呢。对这个我到底伊的法义上是啥？我都甲烦恼，伊认为对于自我是伊是灵智者、灵见者，所以因外道那产生各种的这個，去真无合理的这个个人的灵智、灵见的一款问题，这嘛是真害、真错误一种见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外道是啊，唔甲红甲叫做无耻，好、哦，乌白修啦，啊，修修的将来讲伊要创啥啦，啊，所以这么这问题哈。人间者，爱唔敢讲作善恶业者，啊，佫受果报者，这是因错误的感觉。讲，譬如讲，我惊做善都善报，做恶报，啊，这是有老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做偌济善靠善报，做偌济恶靠恶报，啊，恶报安怎来？啊，善报安怎来？都唔是你当世做到当世报啊，反正你今仔作恶，可是普现善报。啊！你敢有去考虑讲作恶？我不然善报，迄个善报是到底当时种出来？吼、哦！啊，比如讲你今仔做善，不过你困境解决未来，就是因为你有过去是真不善的道理伫咧嘛。因为普通三世啊，啊，所以你唔通讲我今仔倒去听经，我嘛受菩萨戒，我嘛受我戒，啥我今仔家庭遮歹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我今仔戒不是去辛苦病痛？你敢有去考虑三世的问题？哦，爱考虑这代志哦。好，啊，有诶，就安尼，啊，就善，安足善类，啊，就无啥要搁听经。这是恁个人错误呢。啊，做善恶教伊个果报，是因为伊未当通三世迄个道理，毋知影。所以内底讲知见定，吼、哦，我知啦，我见啦，这拢总是自我诶变名，啊，了解无？我会看到安怎样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伊个人的这种错误的观点。啊，就大家大众计开会，伊就讲我较对，啊，伊就讲我较对安尼。啊，那伊建议无要甲听，伊就出来就走安尼。这个个人的小知小见，即马大众计开会，大多数是安尼。嘛有人伫八关斋戒，伊做义工，吼、哦，啊义工，咱的向心力一定要向。
向这个上，向这个会长行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都建议，当建议，啊，都带来对机会唔错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我们新竹有没有？卡达、高雄加台北拢有。啊，你若无要听我话，我等下要送啥？安尼，啊，就带动。现在一定要听你的话，是相信你是听会长的话，吼、哦，合法会听话，唔是听你无迄个名位。啊！伫内底着交叉，啊！着离开这道场边，迄叫做五见，哈、哦！安怎？这是人生无我见观中，一切都不可得。啊！阵会长也拍算有唔对，都另去改善。啊！唔过着讲，我着甲你讲安尼，啊！你着无要相信，哈、哦！着全体的个人的看法，做人见解，哈、哦！啊！譬如讲股东。啊，做了经营不善，啊，有人提议的安怎做较对？可是伊嘛是讲伊的接触五见安尼，啊，无一定对哈，就无一定对，因为众缘合合的问题哦，福报是众缘所累积的，啊，下摆都嘛是众缘的问题，唔是你一个人有意见就一定会成功，吼、哦，你注意，啊那红阿婆唔是讲买股票，啊，即嘛一个唔对，那你甲看到多少冤家？这笑死人就对了，听无？浅见，安、啊、了解吼、哦？所以这么来啊，咱来当信诸法无我，讲你袂当主宰就对了，一切法你袂当主宰，叫做无我。吼、哦，我那得当信解通达，这个无我，我那了解无我说，身躯你家己袂当控制，我跟你讲真诶。吼、哦，第二点呢，你的家庭属于你的。小你个人的家庭内底，一个叫做五所，你嘛袂当控制，通不通？这得了解哦，因为咱人是因缘所造成的，什么时阵发展，什么时阵败落，这含因果无相连。啊，了解无？有诶，趁钱趁足侪，但身体足败害；有诶，身体作用，但是足贫穷苦无。哈、啊。啊，了解无？所以绝对唔是像你想安尼啊！所以真来得讲，信是以人啊，及经论所讲啊，哦，所以信解通达，这是以经论甲咱教。里边那通达无我，啊边那通达无我所是由佛陀甲咱讲，啊你去了解。所以你绝对唔当讲我讲个较对，无啦哈。所以这个经教你，你得甲推避。啊！甲起做一种究竟教入信，又竟教了解安尼，会记住咯。就是依佛陀这个解脱的性质所甲咱讲的，迄个咱来作业，安尼应该是袂偏差。啊，你若想讲人佛陀都讲啊，啊，你有另外教怪要甲安怎样？我甲你讲，你无迄个资格，但是嘛无迄个程度，吼。那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你绝对袂使执我，甲执啥？执这个思想，你爱注意这点哦。所以这个经，哈、哦，盖着由经思维以及深刻的性格，啊，甲通达，比较好啊，甲通达咯，都是修慧，啊，盖当深刻的了达。所以这慧见哦，开始真真正正。不过你无智慧。哦，期望量梦想，我跟你讲，个个到尾都败安尼。哦，所以内底无我就是无，有那是无我所，我所的我所有。哦，所以内底无我是要让咱达到我空，无我所就是发空安尼。所以你不要执着哈，都是这个相来幻观一切法空，我空法的空安尼才对。看一切拢总是因缘所生法，吼、哦，该断就断，该灭就灭的，吼、哦，爱了解这个，啊，所以是重点是叫咱卖执着呢，吼、哦，执着过来做干嘛？对咱是真不幸的代志。好，弥勒尊老，好。